最近 YG 娱乐终于推出了新女团 Baby Monster， 新的 YG 女团甚至在首次亮相之前就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，因为 K-POP 粉丝一直期待着一个新的女团将追随 BLACKPINK 的脚步。随着人们对 YG 娱乐公司最新女团的关注度越来越高，许多人现在都将讨论转向了 BLACKPINK， 特别是 BLACKPINK 出道的时候，很多 K-POP 粉丝都怀念不已。一位网友在热搜上发起了一场讨论，说出道期间印象最深最脱颖而出的成员是谁。网友纷纷表示，我无法忘记第一次见到 Lisa 时的震撼，我觉得智秀出道前的照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因为她长得很像汤唯。真理 Playing with Fair MV 里她真的很漂亮，很喜欢 Rosé 的声音。我对智秀感到惊讶，因为她的视觉效果是我没想到来自 YG 的。大家对于 BLACKPINK 出道时都有什么印象呢？欢迎留言。爱豆韩社，白儿解说最新韩娱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